感谢这个正经的酒吧提醒，伊在菲律宾东边的海边，谷歌的发展做一代性的崛起啊，甚至是正做红胎。有诈骗集团骗被害人加入借投资股票的群组，约定时间是当面客现金，警方是抓到车手加收水的嫌犯。日本时间发出高血压疫苗，做一针就有当控制疫情达到半冬，爱搁等三冬到五冬才有可能上市。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十九的《公视中道新闻》，我是陈世彤。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讲这个桃园市复兴山区，因为这个天一直落雨，造成这雪雾闹的部落连贯道路，在今日早起七点二十四分，向乡是桃园断去，部落的一百外人加这六名的旅客，两百外人受困，好在再无人伤亡，暂时打咧等这机构抢通来撤离。外面也能看到讲，即个第七线的雪雾闹的即个崩坑口边啊，因为即个土石坍方无法度去行。消防局119，啊，佮有即个复兴区公所是紧急动员来处理，包括即个怪兽即个大型机械是已经到现场来协助通路。公所嘛，佮即个受困的民众来确认讲，暂时无特别的即个状况佮需求。到早起十一点，作为即个代替道路的即个旧路是已经清理畅通，已经完成超过一半了。如果在下晡是有希望会当全线畅通。中秋节进前的这个周末的假期，天气的部分，今各地拢是好天气。也毋过菲律宾东边的这个海面，如果会发展做这热带性的低气压，甚至是正做风台。拜三开始，台湾是伫个这个大低压的这个状况之下，天气会真无稳。礼拜各地天气好天烧热，暗过为拜一开始，大环境水气增加，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也个恒春半岛会转为落雨天气。目前菲律宾东海面扰动也持续，以前两个热带系统拢持续地发展，有机会变作风台。拜三开始天气的变化会较侪。目前来看，是离菲律宾比较远的这一颗，未来是比较有发展的一个机会，后续的路径来讲的话，都有机会朝向西北西方向接近冲绳一带。那是拜二中秋节这天，东半部的云会较高，赏月机会无高。大台北可能会落短暂阵雨，西半部赏月机会相对有较高。中秋节前下周外假期，各地出外佚佗的车未少。高速公路局预测，礼拜重点塞车路段，包括国道一号上北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另外国道三号上北关西到大溪、草屯到雾峰，也是车较侪。国道五号上北宜兰到平南，可能会塞到暗时啊十点。国五来讲的话，是跟就是例假日的周日一样，下午会实施北上高层载管制。高层载管制结束后，其实又还会有一波就是这个北返的车潮。高速公路局表示，会看各种状况，启动入口的强点管制，也提醒中秋节假期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用路人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距离，通适应突发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一名姓王的十波人，昨是开这个秋林船，要伫个新北市的那口偷渡上花和逮捕，受到这个检方的审查，证件是得到批准。正是因为发现地点是敏感的红色沙堡，嘛引起这个海防啊个国安纪律的去讨论。讲是为中国浙江宁波出发的姓王十波人，坐有轻化机的秋林船，驶向台湾南口的后溪出海口，要偷渡上花避掠。送去前头治疗了后，经过海巡警员讯问，十四暗时移送检方复讯，因为伊无经过许可入境，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高船之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有关十四日在林口滨海公路查获的大陆籍男子偷渡案，在昨天晚间8:45，涉案的陆籍男子经本署侦讯结束后，押解移送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王姓被告涉嫌入出国移民法未经许可入国罪，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透过面册强调，这摆偷渡案件海巡无证伪所信，啊，不过海防需要大大提升，除了监监禁系统、加无人机系统，拢系升级甲部署。因为案发的地点是敏感的红色沙堡，将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引起海防甲国安激烈讨论。我个人认为，他有可能是进行一个所谓踩点的一个动作，淡水河为中心，然后往左右再去做一些延伸，希望去探找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可以让它更容易的进行一些登陆。根据记者独家掌握的消息，西湖十步人的丘陵船载真侪油桶，其中30公升的油桶三个全部用完，25公升的油桶两个一个用完，另外一个是剩不到15公升。他在正规登陆的时候不可能用这种小艇，只有特种攻击，比如说他们的海军陆战队的特种部队会有几艘这种小艇过来，因为这种小艇它不能载重装备，也只能载3个人、4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专家分析，油母船航行到一定的位置，又放出丘陵船，单船偷渡的可能性较大。不过也认为，这几年几啊摆偷渡案件，全面建立安华山的摄像机、监监禁设备，加枪械海洋巡逻机，是真要紧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有诈骗集团在面前用投资诈骗广告骗被害人，加入投资股票的群组，是约定时间要面交提现金。个警方是接到这消息了后，抓到车手，另外受罪嫌犯想要逃走，弄入去这东流码头，险险跌落海，嘛予当场逮捕。头前轿车无被插队步的警车，佮加速逃走，直接驶入去东流码头坐船的所在。现场嫌犯发现唔对档，佮驶队到一尾海，驾落车束手就绑。诈骗集团伫面册用投资广告骗人，但被害者加入股票群组，操作假投资软体，佮用面交诈出现金。受害者前后被骗570万。警方先抓到19岁姓陈的车手，连同受罪的姓曾的嫌犯，到庭送入地检署侦办。邓涉嫌担任面交车手，得手金额在交由庄贤收水。侦讯后，依违反诈欺、毒品、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并建请声押，持续追查共犯。民营教学累算高兴，也过高报受零风险。各种诈骗手法是一直有新的出来，有钱骗钱，无钱也骗户头。警察局加强主动，加银行这边合作，和银行透过自动化系统比对，提醒民众可能被诈骗，加强信贷流程的风险控管。去投资的这个管道的这个广告啊，把它丢到这个APP 里面来，招工他会去自动去检测我们165里面的这个相关的资讯。警政署统计，去年假投资诈骗的案件财损金额高达53.4亿，占整体诈骗财损60%。民众唔通听信来源不明的消息，唔通加入拆分投资群组，唔通用保证性质的投资平台或者是 App， 弄因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警察局的第一分局是针对交通队的这同仁来试办这服务满意度的调查，每一个月这分数前三名会当得到1000块，还有一届嘉奖。要唔过刷因发争议，和外界质疑讲会造成关键执法的这个压力，并将无可能借机会来报复，警方嘛决定要取消了。去餐厅吃饭，有真侪民众来伫个网络评论着餐点，啊，佮用餐的经验，买倒拍分数。这种模式嘛，要套用伫个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队的基层员警决定。12号开始，因针对着员警来试办服务满意度调查，每个月得到民众相关分数的前三名员警，会当摕着1000块的奖励金，啊，佮有嘉奖一支。对此，民众的看法是一面倒。警察跟餐厅那种服务不太一样。它不是完全的服务性的性质，也有可能会有人违规，然后被开罚之后不爽，就说他的服务可能不好之类的。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评比我觉得可能帮助不是很显著啦。有的人会很喜欢去按，可是有的人会按了赞再给你加一个负评。真侪人认为评比可能无够公正，嘛烦恼有人因为违规放开单，颠倒和环境加分，造成因执法的压力。通过民众自发填写表单，每月选出3名获得肯定的同仁，于联合勤教时公开表扬，
但因考量社会观感，今日起取消奖励措施。第一分局回应，当初是为着要表扬交通分队当年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还有服务态度，才设计这个评比方式。试办进程调查过基层的意见，拢无人拒绝，因为考量到社会的观感，嘛决定十五号开始取消这个措施。记者王立条、明昭权、台南高雄报道。今年一届这一乐团万人引导活动已经登场了。今年参加的队伍有1869队，是达到22,100+人，创下新高。第十一届挑战的这前总统麦英九是已经接近75岁，这年岁上限。伊表示讲，除非活动无要办了，也不过也是会当年参加。大批游客来到日月潭，提着永固下水往前游，场面相当壮观。日月潭万人拥戴的活动，十五号上午正式开始。人潮在水上摆做长长的人龙，享受日月潭的五光三色，也挑战家己的体力跟耐力。不少人也是为外县市来组队，凌晨就到到日月潭，还有不少人逐年拢来参加，让家己写下记录。我来这边游过三次，那第一次是带小朋友来，那第二次是带客户来。应该有，因为先前有去学那个开放水域的课程，所以这样比较有安心感。这样。74岁前总统马英九今年同款拢来参加，这嘛是连续第十一摆来挑战。不过因为已经接近，又到年龄的上限75岁，今年是不是上尾一摆，也引起关注。还会来吗？明年？我们再往前跑。来，报一下口号，报。来，在我们相关的救护的体系上面，其实是蛮吃力的，因为它是来自全国的所有的救护体系，那能不能克服哈？我想这个是必须我们要再跟所有的相关单位研究的。广府表示，今年参加有1869队，人数有22,606人，创下新高。虽然外界有希望增加引导次数的建议，不过馆长柯秀华表示，安尼做虽然是有做观光，不过还是爱多方考量，才过来研究。记者南投综合报道。中信兄弟救车救输者在后礼拜在这个台北大巨蛋来办引体赛，球团长就宣布讲，在这个拜六有请到这个天团五月天在比赛了后唱歌，马上就带动销售38,500张票是拢总卖完，加入这个中一头一支在这个大巨蛋满场的球队。8月7日降二军了后，周书哲到即马还未成一军，暗过伊会对球团自我调整。十四个两队的比赛嘛同款，暗过后礼拜六都要伫只台北大巨蛋迎接引体赛。你可以在这个场馆，然后发生这些事情，其实是你没有依据可以参考的，这台湾史上第一次，所以我也是在学习啊，学习退休，学习碰到这些事情这样子啊。球团规划主题周活动，其中二礼拜因为有引体仪式，票房再度突破30,000关。13球团宣布二一拜六有请到天团五月天比赛了后现场，随带动销售。靠住外野会影响打击时线区域的1500座位，其他38,500也全部卖完，是中职头一支在大巨蛋满场的球队。我觉得刚好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今年大巨蛋启用，然后。那我觉得五月天他们也算是回家，因为他们跟中职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断嘛，不好讲啊，所以今天很委屈的来看这个。我觉得他对这些学弟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纪念传承，还有一些观念的传承是做得不错的，还蛮难抢的，老公抢的，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他才一直支持兄弟，有经历过那个时候这个迁都的事情，那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清流。经过20年，这帮生涯要做一个圆满结束。就是在讲到时阵，证书拿来一定会哭。不过伊讲，有一挂大家真久无看到的老球员会转来做伙活动。较早伫台北市的棒球场替因加油鼓励，即马伫台北大巨蛋重新回想当年加油的感受。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北堤之前有发生一件这个面路车底盘漏油，害这机车骑士失车这个事故，造成交通大拍夹。这面路车的这驾驶恐惊面临上悬新台币3,600块的罚款。
青路出现一大片的油，十三暗时六点，伫八德区和平路十一号头前，53岁姓吴的查甫人，在黑色轿车由和平路往介寿路一段方向驶，想袂到技术底盘漏油，造成后边45岁姓吴的女技师摔倒，身体真侪所在擦伤，也过其他真侪技师也无细致摔倒，这个意外也造成交通刷大拍夹。因车辆渗漏油污，造成后方机车骑士黄姓女子滑倒。王女身上多处擦伤，警方将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20条予以开单告发。在这发生的时阵，警方到现场发现是一台变速车车底漏油造成的，过管制交通，避免造成更加多技术摔伤意外。同时，环保局清洁团队人员马上到现场，伫油污的所在也去疏忽。清洁队主动会同警方立即携带木屑到现场，因为木屑对油渍的吸附力较强，所以能够快速的把油渍吸附。这事故警方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0条，汽车引擎底盘电系车门损坏，驶时阵明显有危险，无马上停驶修复，来开单告发。这粗心的驾驶，恐吓面临相关台票3600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最近是研发出一款这高血压疫苗，只要注射一针，就能稳定血压来控制病情，效果上长是当达到半冬。这时是已经完成第二期的临床试验，要再等3到5冬来完成第三期的试验，才有法度上市。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的疾病，患者会每天吃药啊，若忘记吃药啊，或者是凊彩停药啊，可能引起脑中风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不过日本上新的研发出一种高血压疫苗，若注射一针，就能稳定血压，控制病情。那就好像我们这个自我免疫反应去对付病毒一样。那么它就会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抗体会产生一些抗体跟它结合，结合了以后呢，它就不会去跟我们血管上面的一些受体作用，就不会造成血管收缩跟血压升高。国内医师表示，日本的高血压疫苗研发主要是就疫苗抗体加血管收缩素的受体相结合，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临床试验，疫苗保护效果应维持3个月到6个月。对常常忘记吃药啊，加心衰竭、腰肌衰竭者无法度用吃药的重症患者来讲，是一段福音。它可以降压，大概差不多是大概四到九个毫米汞柱的收缩压，然后大概1到4个毫米汞柱的舒张压。那等于像是一颗药的作用。根据卫福部估算，18岁以上的国人差不多有500万人得到高血压，不过仅有30%患者稳定吃药啊。医师提醒，高血压初期症状无明显，等到出现头壳晕、头壳疼、胸坎窄窄、胸坎疼时阵，大部分已经较严重。所以建议70岁以上民众要定期量血压。日本的高血压疫苗还要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至少需要3到5年才有机会上市。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讲，今年7月即薪水调查，其中即男女的即薪水中位数分别是38,000元加35,000元，差别是扩大到将近3700元。专家就认为讲，即男女的工作性质是真无同，才加做两性的即薪水差别扩大。台湾薪资当年升悬，为主计总处进前公布的数据来看，今年前7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数成长率2.60%，呈现正成长。我觉得薪水越来越不好，我现在是接案，然后我现在的案子就是薪水都比前几年还要低，物价涨的速度就比那个薪水涨的速度还快，所以我其实觉得反而是越来越变得没有那么好。根据统计，今年1月至7月，经常性薪资平均数46,269元，中位数是37,111元，中位数对平均数的比值0.802，创下最近5年同期的新高。专家分析，有两大关键的原因。底层的劳工呢，他主要受惠的是，除了这种这个人力短缺所带来的这样
薪资上涨的效果之外呢，另外也是政府提高的最低工资嘛。为薪资调查来看，今年一月至七月，经常性薪资中位数，男性是38,771元，女性是35,078元，男女的薪水差价3693元。比较高薪的这个科技业，可能是男性的从业人员比较多，那在服务业这边比较低薪一些，女性从业人员比较多，那自然这个男女的薪资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其他人的专家表示，女性上班族若做暂时离开职场，较无法度过重回职场。若做重回职场，平均需要2.8个月的适应期，这原来是较会影响薪资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感谢日本，立坚市在四月初三花莲地震的时阵，发起这个花莲赈灾募款，花莲水尾农会的免费提供文旦的回馈，好，这日本16间的中小学学生有机会在营养午餐的时阵会当吃到。水会的文旦今年要输往日本主县县立江市16间中小学的学生，一直十月初时的营养午餐吃到台湾的文旦。农业部是讲，文旦输往日本检疫的更加严。在低温处理厂12天一度，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把那些有害的这个病虫害全部它的卵啊、虫啊全部杀死，之后才能够运过去。水会农会这届是为了感谢立干市第四位初三花莲大地震期间发起募款，这届以好食的文旦回礼。面对最近头一批文旦销往中国，48%予人验出有孤型，农会表示输往日本检疫条件搁较严，这届冰冻12天应该无问题。输往中国的产品也已经拢积极改善。农友是第一次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检疫措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比较生疏，比较不熟悉一点。那我想未来的部分的话，我们会逐渐的上手。花莲区农改场嘛表示，已经全面进入检会场，协助农民每一粒拢来检查。可以用气枪，或者是用刷的方式刷掉，那还有用布的方法把它擦掉，那就是要逐颗检查到它减少那个虫害。农业部表示，文旦拄啊销往日本，不少人想讲是大礼物，天后吃过才知影正甜，所以希望透过持续的代志交流，让更加侪消费者会当熟悉，开拓外销市场。那销往中国文旦行情嘛正好，水会农会表示，目前回报相关的计算，6公斤整个礼盒会当卖到台票1500左右。记者综合报道。俄乌战争发展到暂时，双方是拢掠着对方真济军人。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协调之下，双方在这时是互相分别交换103名的战俘，和206个人释放了。经过投降乌克兰的国旗，但和俄罗斯释放回去乌克兰的士兵，甲厝内人讲电话，心情真欢喜。俄乌战争超过2年半，双方拢有掠对方真侪军人。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协调之下，双方在当地就是互相交换对方103名战俘，拢总206个人互释放。Уже понимаю, что я поеду домой, уже все позади, что уже не о чем переживать. Хочется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вам сказать.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今年协调的第8届互相换战俘。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届换回去的人拢是伫8月7日，伫俄罗斯边境库斯克地区，和乌克兰下境攻击所掠的军人。这些人大部分拢真少年，是义务役的士兵。暂时，这俄军已经被送去被俄罗斯国内，在当地接受心理加医疗协助，而且会当自由加亲戚朋友联络。乌克兰也表示，8月攻击库斯克了后，有了至少600名的俄军战俘，对交换和俄罗斯掠去的俄军真有利。这些换人行动也是俄军发动突袭了后，双方第3届交换战俘。И півтори, ні, десь приблизно 3 години тому ми заходимо в автобус і вже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ми їдемо додому на свою землю. І от тоді все стало зрозуміло. Коли ми заїхали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Білорусі, ми вже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100% ми будемо в Україні. Окрім того, Зеленський Біл Сі, Вадонки Дженку Лейде, у Бейзалі Мія Субін, Гаді Заїм Мія Гунгва, Ліві Онга Дзенчин Кесіля О, Шанхон Ігін Варан Гоза Чікай, Огун Ма Вадонки Сачин Лапа Читалі Мія Гунджин, Гонсі Сімен Дай Стонг Бін.2020年上新的金是世界纪录，有纪录，以及汽车界收藏家等等，拢总2110个项的纪录。
各道兴板桥的北大批的含官大，也是东九大西起路林，在当中洪秀忠在印度海德拉巴当地一间汽车博物馆内面，68岁博物馆的头家，就是这国外汽车的收藏家含发明人，伊的汽车收藏品当中洪收录在杂志公布2025年，更是世界纪录大全内面，更是世界纪录大全是当年都会出版一摆，发行机构金石集团讲，2025年的版本拢总有2115项记录，其中有超过80%是今年更新的项目。另外一支金石世界纪录是一支200公分高的电动起笔仔。创作者有 YouTube 频道，是专门替4岁到11岁的囡仔实现梦想。An 11-year-old George sent us his idea for a giant electric toothbrush, and as soon as we saw it, we knew we had to build it. 英国狗仔的主人欧家含伊的宠物狗，拢总得到饲料证书，因为经过伊家教，伊的狗仔已经会晓尿尿啊。I think it's easier to train dogs than kids, to be honest. I will stick with that. 佮对美国来的16岁吉尔伯恩，伊是穿一双一定爱用电的美规的23号的鞋啊，而且手嘛大甲惊人。My mom is 6'3", my dad's about 6'5", my brother is about 6'3", and I'm about 6'11". So I'd say I stand out. 其他纪录的保持者，佮包括爱尔兰第16岁以下专门变魔术的奥康纳，伊会当第1分钟以内表演上济魔术的项目。第一本金石世界纪录大全是1955年出版的，2025年是出版的第70周年。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感谢你收看今天中岛新闻，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